不要录镜了，不要录镜。免遐讲讲遐济啦，即摆阮笑的就是有物件啦。我嘛，我落落片，我落着啊啦。坐啥？哎，你良心嘛过会去啊？无啊，重点是靠背。靠背啥啦？啊，这你物件，你看的。你的店，你看的啊？我你退书。喂，你刚才无，哎，无敢付牌呢，几摆？你叫啦，你叫啦，你叫啦，你叫啦。啊，无敢付牌，你今仔三仔咧算，你看牌嘛是。几摆？哎。对面的哥哥，迄时阵有问题，是阵迄张换过啊，靠背，是换过啊吗？有问题，靠背，你讲，你讲过来问啊，哎，这是换过的。老吉啊，代志变不变啊？变啊！我讲你代志变啊，变啊！看要怎处理就好。看你要怎处理啊？我讲实在啊，啊你哦，有咧讲电话，我来讲，我听到你电话，我来讲，我先生。来，咱是讲代志恰好啊，这摆钱啊，这钱啊，这上。啊！你摆遐拢安尼啊？做啥？干你娘！只我干我屁事呢！干你屁事！干你！干你娘！只我，我来五块牌，是吗？我爹叫我出四十几万呢，干我屁事哦！你是在冲阿小？你现在在冲阿小啦？干你啊！快落声音啊！唔中意啊？电话啊！干你娘！我伫伊个，我伫我电话出。你别讲话啊！你别给四十五万我你啊！臭鸡巴的！啊！你要冲？冲啥？我冲阿小啊！啊不，白送款，搞我屁事哦！来，这白送款呀，送款。啊，这怎会定啊？这全家买，起码搞我屁事啊！全家买，谁来？我这说这只果子白看下下我就拢个试过。全家买，对不对？干你娘叫今天来，搞我屁事伊啊！哎，你看呢？今天看呢呀？我讲啊，这么大件，我夹不进来无啦。代志变啊！代志变啊！代志变啊！咱讲话要注意啦，卖出来接气啦。别痛啊！我来讲好啊。哦，来刚才是嘛，不用出来钱，叫今天来，叫今天来，叫上来，我赶快啦，叫今天来啊，啊是干嘛屁事呢？啊，钱你个收啊，靠边，钱我收，叫伊给我赚六十万来，赚六十万来，啊无你啊，收啊，无就唔是安尼啊，重点是靠边，干嘛屁事哦？关你屁事，你讲咩啥？奇怪。哥啥？伊刚叫，伊刚叫对面的主管哥去带你去，恁娘你即马不济啊？哦，啊你迄牌啊，恁娘刚才你甲付过，叫你个电话呢？物件拢你个呢？物件拢你个呢？物件拢你个，无关你，你都所在你个。叫钱来，叫钱来。啊叫伊来，要创啊？啊干你娘，搞我屁事哦！啊无咱摆上船，我努力啊，摆上船。看你个奇葩的，哦，摆上船嘞，你唔打在？摆上船嘞。我拢无输啦，我看恁啥代志。奇怪，这么奇怪吗？来，今天啊，你讲上台了是吧？你传的哦。是搞我秘书吗？啊，刚是你传的啊，你摆东西传。你摆东西嘞？你讲是唔是好啊？这唔是我传的，啊无是上辈。刚才这后边有换过。啊无啦，你讲是上辈，你爱搞我讲换过无？这上传的上辈。刚才奇怪是为啥嘛？你的物件较含吧？是上辈含嘛？是上辈含嘛？赔几十万，你娘几百都几家都赚去啦！收嘞，搞屁输赢啊！哈，我跟人银行借十万嘞，几百有无？你家上咩？你家咧讲大声啊！你家讲声大声啊！我问你啦，你家上咩？重点是上咩？来，我来录音。
来，好，这一双。干，这狗操，这一双。我刚刚那个桂林捡吧，阿妈你刀是桂林吧？对啊。阿妈你刀一个，你是不是在买药出来？桂林入版你喜欢穿的呀？我叫啥来？桂林穿的呀？爱跟你穿的呀？冷到死吧？桂林你有百位过来无？有啊，我讲你有啊。啊，你等一听，你怎么无留意？先讲。没讲啦，不简单上听啦，大家说话侪听好听话啦，不简单个啊，无恁店嘛卖贵啊，失败大家来收赔啊，没有，恁偌济啊，你老快点咩啊，老刁，免等啦，拜拜啊，卖讲公道，有人贵就请贵你啊，啊你店嘛好卖啊，啊你阿个死个穷哦，单一个啦，你先讲个阿无，拜托个，阿无，好，我好，员工啊。这物件是桂林要传的。阿麦高义伟，我讲啦。阿这就是给你阿麦高，我讲我讲你讲的，我唔不懂。阿鸟，你冲的，叫我做生意都，我是个是平常天地。你听听我的古文，你听我，阿哥我嘛书记，哦，你先听。书记，书记，你帮你偷来装啊？书记，阿你帮你偷来是个叫我鬼，叫我问，阿你。阿弟阿哥，有几个我都没鸟，冇呀。我想过有多个结果来啊。我你干嘛？我叫你来，我处理了。你讲叫我处理啊？该吐就爱吐啦。你讲是讲的。叫你来吐。你讲你的物件有问题，该吐的就爱吐。哦。我管他是啊。我讲是他手的。啊，我跟你讲过啊。啊。你他妈不要吐啊！哎，人家是手的。好啦，就是你想讲的。我来报警，这真正是怪你要冲的，这是怪你正冲的。你若打怪你正，伊绝对袂安冲我你尔啦。啊！你钱你有要退还啊？重点那是过年前用的。我拿钱在手上。你有问题，你就来处理啊！啊，无错啊！无错，这无得闹啊！你看要赔，你看要安处理啊？钱大家就是在叫本人为你做牌啊，别人无讲你啊。那是过年后，过年后你嘛无得处理啊？还是在收过。到底有问题无？你讲嘛，你讲。今嘛你讲的到底有问题无？讲清楚哦，我你的手嘛哎。好啦，你讲清楚。讲好啊！赶快给你去放地下去啊！哎，赶快你也上上上手过来。